吃饭啦！这个合味放了土豆粉，我放了肉酱，鸡蛋肉酱。超级好吃，限时活动款啊！之前39.9给七包，今天是27.5给五包。猪头肉，一包粉，七包料，非常的划算啊！我一吃热的就流鼻涕。Thank you.
制的东方虾和夹尖虾，还有酵母蟹的拼盘。先来个酵母蟹。放下，夹馅的。这里放了芥末，太呛了。
今天吃炸串，哦，炸饼和我爸爸做的肘子，大家看这边。嗯，嗯，脱骨了，配上辣椒面更香了。再来一边。已经脱骨了。嗯，这个边面是土豆丝儿和豆腐皮和火腿肠。不要把它夹在饼子里吃，塞进去。精华留在最后一口。藕粉汤圆，里面加了红糖，还有那个坚果藕粉。再拉丝的是藕粉，汤圆是芝麻馅的。
很香。油条，这个泡油条也很好吃。巴旦木，藕粉呢，包装是这样，然后打开的话倒出来是这样，泡出来就是这样子。
它的配料表很干净，除了坚果必须要用的藕粉必须要加的一些东西之外，它就是那个坚果汁、巴旦木之类的，没有你们所担心的那个什么海克斯科技。佛跳墙，小海参，老煎了，小鲍鱼，章鱼足，还有蟹柳好像。